欢迎收看有小老师陪你教数学，这也是排列组合里面要学到的一个知识，就是分析的能力。好，分析的能力，那分析的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数学知识，可是我们很难教学生，所以只能够说让你们看一个问题，然后示范，老师示范给你看可能怎么分析，有一些技巧没有错。那除了这些技巧之外，很多时候就还是真的要靠经验。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，三边皆整数而且周长是40的三角形有几种。在我们开始分析之前，我直接跟你讲它有一些缩小讨论范围的方法，利用最大边来去整理它。因为我们学过这个三角形两边和一定会大于第三边，那既然你两边加起来一定会比第三边长，也就是怎么样，你整个周长会比最大边的两倍还多，也就是你的最大边会小于两倍二分之周长。然后又因为最大边最大，所以最大边呢，它除了会小于二分之周长之外呢，我三边如果都是最大边，它刚好是三分之周长，要不然的话另外两边会比它小，也就是说最大边占的比例会比周长的三分之一多，周长一定会比最大边的三倍，小于等于最大边的三倍，所以最大边会大于等于周长的三分之一。那结合以上两点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缩小范围，在我的最大边会在小于20，所以是小于等于19，大于等于三分之40，那也就是大于等于14。那这个有几种顺序对调没有差，因为我三角形转头转方向就可以了。所以比如说你可能会找到一种叫做10 15 15，那你把它改成是15 10 15，是一样的，同一个三角形，可以吗？对，有兴趣的话按个暂停，自己写写看。那我们直接讲了。所以呢，因为最大边可以从19往下，所以我们先选19。那我在这里的规矩就是说，我的左侧一定是大于等于中，大于等于右。我不要让我的右侧比左边大，我就不会数重复。我们刚刚讲，我们这个主题最重要就是要学习怎么分析一个问题，不要重复，不要漏，列出它所有的可能，可以吗？刚说左边不要大超过右边嘛，那我们从左边尽量多的话，这中间这个尽量多的话就是跟它一样。所以我的第一个是19 192，因为你这两个都19，另外一个就算得出来了。所以右边这个其实是被中间这个决定的，对不对？19 18 3，你中间这个没少一，右边这里就多一，一直到什么，一直到这两个几乎一样的时候，就因为我左边不右边不超过左边嘛，所以到它几乎一样的时候就会停了。所以19加2是21，除以2。21除以2是10点多嘛，所以一个 10.5 嘛，一个是11，一个是10，这样。到这里就停了，所以这里有几个。2到10有10减2加1，9个。18 18 4。然后呢 ,18 17 5 18 16 6，点点点 ,18 到多少，因为18加4 22一半，11 11。所以这里有11减4加1 8个。再来 17 17 17，这样这里34 6。那甚至我们就可以直接这里合起来23嘛，所以2的话是11余1，所以是12 11。所以这里就有6减，就是6 7 8 9 10 11，6个。16 16 8。这里合起来24，所以是12 12。个 15。十，还有最后14 14 12 14 13 13，两个。所以最后有几个呢？10个，10 25个，
善三个。这些答案善三。对吗？好，所以就是说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去不要重复，然后不要漏掉的去讨论问题。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下一些规则。好，右边不要超过左边，我从左边最大的开始写。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这个正式的进入集合的这个课程。好，那集合呢就是一堆元素组合起来，我们就称它为是一个集合。好，那所以集合里面会有一些元素，好像这个一跟二。然后呢主要我们要认识这两个符号啦，属于跟包含于，就是说这个元素才会属于集合，子集合是包含于集合。那什么叫子集合呢？这里写由 A 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是 A 的子集合，也就是说 A 如果是一个有一二这两个元素的集合的话，你另外有一个集合说它的里面的元素就是一，那它就是 A 的子集合。你说它里面的元素是一二，那它也是，它一二它也是 A 的子集合。好，那由 A 的元素去组成的集合就是子集合，这样子。那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，集合也是，也可以是另一个集合的元素。例如说这个一年七班总是会在上完体育课的下一节全班订饮料，假如说这样子。那这个会收集嘛，就是说这个一号要喝什么，二号要喝什么，三号要喝什么。所以他们这个班的元素有31个，1号、2号到30号以及老师们，就是说下一堂课的老师会帮他们定。所以老师们也算为一个集合的话，他们班有31个元素，老师们算为一个集合。那如果我今天 A 这个集合有三个元素，1和2和集合34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元素才会用属于，子集合用包含于。即便你的元素是一个集合，它也是一个，它也是 A 的元素哈。所以你会看到这里，一有属于 A， 但是一不包含于 A 哈，因为它是元素。二也是属于 A， 不包含于 A 哈。三不属于 A 哦，好，三不是 A 的元素，好，那三也不包含于 A 哈。集合三是属于 A 哦，虽然它是集合，可是因为它是 A 的元素，它属于 A， 它不包含于 A 哦。可以吗？因为你想说，可是集合三四不在这里嘛？对，它是元素啊，它不是 A 的子集合，所以集合三四不是 A 的子集合哦。为什么？因为 A 的子集合是用 A 的元素构成的集合，因为 A 里面没有三和四这两个元素，所以集合三四不是 A 的子集合，可以吗？哦，除非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出这样子，就是说 A， 我们说它是三四。集合三四，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啦。这个时候三四啊，集合三四哈，既是我们既可以说它是 A 的元素，又可以说它是怎么样 A 的子集合，所以它就既可以属于，又可以包含于。那就是要分清楚这点哦。在这里 A 集合三四是 A 的元素，不是 A 的子集合。好，那如果你要说那怎么样才会是 A 的子集合？比如说集合一二，集合一，都可以是 A 的子集合，所以会包含于 A， 以及这个集合三四，就是说我有一个集合，这个集合里只有一个元素，这个元素就是集合三四，那因为你是由 A 的元素构成的集合，它就有包含于 A， 可以吗？这个也是包含于 A， 那虽然我知道有点繁复，但是因为你要了解到属于跟包含于怎么用。来，所以说集合一二三共有几个子集合呢？那这是最常看到的问题，因为它就带我们去思考，你有可能有一，你的也可能是二或三，它也可以用两个元 A 的两个元素来组成，所以它也可以是一二，也可以是一三，也可以是二三。它也可以是三个组成的，好，那事实上还有一个空集合，就它也可以是都没有东西在里面的，所以它总共有八个。
好，方法二，好，你如果是 A 的子集合，你是用 A 的元素组合出来的集合嘛？那 A 的元素就1、2、3这三个，所以你到底用了哪些？你有用到1吗？你用到2吗？你用到3吗？诶，这样就可以讨论完你的所有可能嘛？有没有一有或没有两种？有没有二有或没有两种？有没有三有或没有两种嘛？你如果都有就是一二三，都没有就是空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样子就会有二的三次哈。所以这里写有一个这个 n 个元素的集合有二的 n 次个子集合，可以吗？集合呢只在乎有哪些元素啊？重复描述和顺序兑换是没有差别的，好，也就是说有一个集合，我说它是345这个集合，那它其实跟333445是同一个集合，它也跟543是同一个集合，也就是说一个集合呢，你去重复讲它的元素和兑换都没有差，我们只在乎说哪个元素在这个集合里这样子，哪一种元素在这个集合里这样子，好，那就这件事情，这样课上这里。